以前的我有多欠。起来，你去班上叫几个同学下楼去翻新书。哦，我啊，安静，来几个同学去楼下翻新书，谁坐的端正，我就让谁去。快点，快点，你们，好多人啊！哎，朱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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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帆，哇，手上来的是高年级的学姐，面子好大呀、啊！朱姐，我让你翻新领啊，看到你翻新领。哎，我们班的进来领书吗？哎，小飞在干嘛呀？我把我自己的那一份先拿出来。我要拿最新的。最新的，最新版行吗？行。你们所有人哈，别多拿，别少拿，要拿好一点的书，知道了吗？你们能不能走快一点啊？帮我抱一下。三排。快一点，慢点。来，把这个书放下去吧，你们。这边好旧啊，这边有折痕，这边还是能不能别跳了呀？别吹嘛！跳了，有什么跳的？